这是赌王何鸿燊四太梁安琪年轻时拍摄的照片。年轻时的梁安琪长得很是惊艳，她不仅漂亮，舞也跳得非常好。1986年，26岁的梁安琪在私人舞会上认识了65岁的赌王何鸿燊。赌王被梁安琪曼妙的舞姿吸引，两人一舞定情，婚后共生育了5个子女。梁安琪从打工妹逆袭成为赌王四太，虽然有着39岁的年龄差，但梁安琪依然被何鸿燊独宠30年。